就跟他那个 waiter 讲说 ，Can we get another 那个 roti 然后就过来，然后就过来。所以那个人看到，然后就他接着接着 roti， 然后就 Let's wanna take this。所以他知道我们轮流吃饭。他怎么知道？他可能吃完我吃完你的菜，他东西还蛮好吃的。所以他知道我们他怎么轮流吃饭怎么讲？我一开始 take turns to eat， 怎么样？所以他发现的。所以我说 Yeah， he not way too much of the fried rice， 所以。哎。然后老板是说什么？说笑笑的吗？我要把它摆的重的东西才不会飞走。哦，对对对，水壶啊。那弟弟要吗？小心不要飞走啊！你飞走。那弟弟会飞走，弟弟会把它来走，所以我想找个东西把它绑起来。水壶啊！他到底喜欢吃那个 hash brown？ 对啊，然后就说，快点放啊！